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某班学生体重次数分配表如这个，哇，这是资料，就是体重，30到35公斤的有两个人，35到40公斤的有四个人，40到45公斤的有九个人，哦，以此类推，哦，65到70公斤的有三个人。好，那么他们说，则该班学生体重的中位数在哪一组中？我们看看哦，总共几个人？我们把累积次数哈，哦，把它算出来，哦，累积次数分配表把它算出来，这2加4是6，6加9是15，15加12的话是27，27加8是35，35加11是46，46加6是52，52加3是55，总共55个人啊。那55个人的话哈，他问中位数嘛，所以55哈乘以那个。二分之一就是 A 啊，是等于多少呢？55乘以1/2嘛，这得2得4嘛，27.5，然后取它的顶27.5，取顶，所以是第几位呢？第28，哦，第28笔资料，那第28笔资料在哪里呢？在这里啊，到这里是第27笔嘛。第28笔在这里，所以是50到55公斤的这一组，这是中位数。在哪一组当中哈，就是50到55这一组啊。哦，所以答案是，50到55，答案应该选 C。